Cứ cho giỏi nhé. April 16th, at that time, 11:20 here. University Park, Queen Anne Road. Gas station. 我要趁我走路下雨天，我走路加紧骚扰。要录清楚这个下雨的情况又不给录清楚。雨下大了，雨点也比前一阵子要大得多。前一阵子细雨飘，现在是大雨点，停了一阵子，中间接着又下起来。我记得我从那个 Creighton Road Residence 把那个雨衣拿了一两件出来，怎么就不见了？都不见了，我是偷走好多东西了，在那个 Hotel Queen Mary Inn 的时候偷走好多东西，其他你像这种，他那个什么外籍的什么什么菲律宾籍的那些 manager， 他们根本就没有办法阻止这种本地的一些犯罪分子的活动。我要尽量否认，我跟他说他尽量否认，他说没有，我有人偷偷进我旅馆房间了，他说没有，我偷偷进我旅馆房间不止一次，几乎天天有，好多天都有，有的时候可能一天发生不止一次，偷偷潜入我住处旅馆的房间。再录清楚一点，我那个电话不知道哪儿去了。I brought my telephone. Yeah, I remember I brought my telephone. I couldn't find it again. 很可能是有人趁我不注意从我包里面偷走了，很有可能。怎么就不在这个包的夹层里面，外层里面没有了，不知道在哪里。Without telephone, I cannot notify the call the taxi. I have to wait here.下雨声相当大的，雨点，下雨声相当大。我银行的建筑下面，前门外面。大雨耽误了四分钟左右，那我不能走。Not a milestone. Not a milestone. Red milestone. Red color.Over 11 p.m. 东西没退的，还不到十点，九点四十左右，那个时候，还不能退东西。
那东西有问题。重倒不是很重，两盒子那种 cereal breakfast cereal， 我想退了，我的盒子占地方带回来，结果我在那里忘了，他就在那柜台上抱着那个剩下的还可以吃的，大概有一些米饭啊 corn 啊一些菜啊什么 chipotle 的，很好的，忘在那里了。啊，那些人不提，不提也不提，他就是不提，不说不提，也忘了，忘在桌子上了，在柜台上。这些人一贯这样，又忘了饮料啊，这次食物还可以吃的一部分，放在这盒子碗里面，那个 a bowl， 纸碗，上面是硬纸壳的碗那种，然后呢，椭圆形的，上面。金属的铂金属盖子，那个铂铝盖子，很薄的铝片的盖子，没有。6分多，6分29秒，